一个世界老夫调天巴啦啦巴巴我过把跳公将爱戳上接跳公我给发有地做本意准做小发跳吧就跳吧黑鸭毛不错。哥，挨到诶。嗯。梯子就黑鸭干部诶。有看到马给 TV 了冇？没看出马给。我也很空的夫妻没妈妈给你的哎不是暗生梦啦请我压下的三年对一开始出第一个比赛啊故事我们暗单纯本人过来我想可能有妈给给吧给吧是奥斯卡是他带我们去的故事有小孩说的那真经的等下转去张讨论咯嗯拜喂你早就嫁出来这么个行为不会没得过几拜自家老婢没嫁出来他有成就感公民啥问题你有很多问题啊哎没礼貌咧哎黑公你就暗兄弟信息了我的婢妹要么只将门给上面生一年就好。就算奥斯卡不讲，还有小凯老夫子做的门啊。生人的有心爱慢，娘的门也唔会有结果。无咩好啊，还会变饭好过。一万两冲哦。太记者，莫打草惊蛇，按键弹的脱离，应该第张错啊。爱唱那副是翕相的狗仔，嘿嘿，问话技巧啊，不然就没爱专场了。哇，暗强哦，很周的啦。哎，你用三毛三做嘛干呀？没啊没啊。唱一狂听听啦。那你要不要我妈东西有冇好看呢？哎，快点用上，走到不搭不起，贵贴贵闹，一定要车辆啊报警才咯。买不到不起不老爷啊拍摄拍摄拍摄还蛮快的呢算了给他们亲妈烦了拍摄拍摄啊叫老爷了拍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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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考试考到尿的，成绩单哦。提示名。无应该出行的，很要注意，安尼成绩就会很好。唔老同学，注意个教授哟，等你足够。上下教一下做底，莫教太久。今日拜六，下次看我睡了，我会教出来教健康的。干吧。做对吗？来做数，等一下困难的动作来教你打，来，宽哦，哦，四宽啊，右数不用挡风，做数卡下背，抽，球棒往上，手肘往后，各位转型宽球，球回来前脚抬扭腰挥棒，试试看。四宽啊，分别哦 ，Thank you。唔怕唔怕。抽抽抽，轻后轻后，五趴五趴，宽正的张大，抽，嗯，轻后轻后。给我唱是亚个啊，还是茶也很水。奶奶唔想啊，奶奶第一杯食到新妹跟派对象。唔过，亲们个动作很平易宽博诶，做你算亲好诶，亚种诶平还铺一下咩？嗯，那有按道理有啊。一次上厦门，真嘅唔会看眼膜诶。啊？哦，无上因为眼膜错过站，你先拄出床来啊？唔系啊，眼膜讲跳路。嗯，跳起阿叔，迄本眼睛无烦起啊。不过，迄伢跳路咩？唔有五个阿弟来做埋个爱看膜。也唔系讲狗仔的事情啦。啊，计系乜嘢啊？我讲，然后 Winnie
真的不会吃到。哦，你吃到你就亲亲，你吃到你就亲关系。当然是关系啊，是阿狗呢。亚肯斯不用阿狗提到，给听说会亲叔叔。不过对我来讲，阿哥老威尼的婚姻会变到安尼，其条子如今也没无力从插手啦。诶，亲手的迄 Oscar， 希望家家帮出去开做公法，无因为爹地妈咪的竞争关系，搞出到状况诶。其实，本来威尼之前会重新行乡下，咩无希望送去曼尼个。哼，条生人全做迄安尼讲诶。哎呦，艾迪，不过，艾迪讲，然后为你过七八年上过见面，你不但老多机会搞到亲幸福，不过么，你张飞上过脾气嘛？嗯。给，安句好。杭州的，吉亚今年专门搞诶。啊，错吼！亚吉尼，迄个古天做阮款你嘞？唔滴？嗯，爱滴啊！亚吉尼，迄个拢没送你。嗯，爱亲手糖豆为你讲迄个拢没老夫卡的事情嘞。佮迄因为，佮老夫卡你关系唔好。嗯，爱有糖果，不过都在迄间唔好啊。鬼诈边面。啊。佮样子。想要与坤花差不多一年，给他痛苦，还做对给他生命皮给突破。安内讲啦，你看呀，福利老土哎，你给他不卡，那你就想着咋，想想是怎么福利？给他老妹嘞，有先天发展障碍，就想着咋团购为土哎。常常的福利，不管几杯酒、几杯条，也系几钱几零靠。资本太家宽做很应该的，不过团购会吐的，总会行一些步就会本太家乌毛。福利没人关心，漳州得吃力吃强。等佮上到拉太阿坚强的，佮就加天，无爱佮空你个神。佮威少年哥都有痴心，韩哥。哥都比曼宁做较好，总会给不是被吃的故事。故事是因为为你老家老妹将老夫卡边面，其实也没差老妹，不过没了解探你的想法。刚用黄爱边面啊？嘿，家爷喂，家爷喂，唔敌为你土地更穷一年，见到很乖的，对家庭无关系。汉地给太后比了钱，老给讲，汉拜出沙飞，落尾就靠己的，不准给投币的家庭的钱呢。问你就会安呢，真崩溃。故说要他讲讲有痴心的福利，其实将会咋抽什么石头？也觉得妈妈很爱我，但是我又好怕让妈妈失望。我有时候觉得妈妈其实不了解我，妈妈是不是因为爸爸常常不在家，没有人可以关心可以爱，才只好爱我呢？你给啥功课啊？我查到门口妈妈老娘三岁都熊熊哦，来拿你出去来。什么妈妈？其实我跟佩仪写的差不多嘞，未来折衣服。好啊。妈妈。嗯。你爱爱吗？我也爱啊。
为什么啊？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很安慰啊。所以你爱我只是因为我是我吗？当然啊。难用功的很慢。妈妈，那你爱爸爸吗？连住在一家里当然爱啊。可是爸爸不常陪我们，这样你还爱爸爸吗？爸爸不是班亲母汉，做唔得勉强佮啦。妈妈也哈有小凯做伴，现做得恐怕做同多事情，安尼妈妈就亲满足，亲幸福。记得哦，拿啥莫天天的拿。咱唔会乱摕。嗯，爱滴。好啦，赶紧出发。你都把日记放哪里啊？我怕我爸爸妈妈发现我们的日记，所以我每次看完写完。都把日记藏在秘密夹层哦，谁都不会想到的。请问你是？我是金同好苏昭的阿爸啦，要吃两个客户啦，嘿。哦，苏昭爸爸，唔好，有麦克斯哈。我喺澳门吼，质量也建议很良办哈。傅志良，麦克用的啊？事情安尼啦。质量吼，天热火吼，前三日就来。材料要送过来，一三日无看到寄，要无打电话打唔通，我实在无办法。张飞向田老师问天花，张大哥来问看你啦，哎。还是啦，苏昭爸爸，我也今年做滴点都无闲，无注意到傅志良顶来做田路，伊可能读到马克思，张飞无去做些啊。唔是哦，我会稍稍请到佮问看你吼。好啦，无要紧啦，我想看有乜个原因吼，怎么安尼啦？啊，全部七家人啦，啊，我要体谅啦。好，拍死啦，拍死。傅太太啊。我念冲啦，冇安尼啦。只不过我问看呢，质量伊还蛮个状况，蛮个情形啦。好，喂，我前头见吼，喊起老人来咯。哦，好啦。啊，继续麻烦咯，安子说吼。好，拍摄。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名字键。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喂，警察，喂，请问是冯条家系？嘿嘿，请问
俺是付志良诶。啊，付先生哦，唔听你塑料送去的哦，今日欠要材料后要倒位呢。叫老王幸福啊！可是亚良你有老年了，系无啊？亚良你咯，无呢。佮上拜大本个，迄上礼拜幸福哦。佮讲电话送册，当做一摆结识啦。啊，设计啊，唔系人个家庭户系无？喂，诶，设计啊，唔系人个家庭户系无啊？喂喂喂，啊，只是，王大哥，冇事情啦，拜拜。会主动出来接我，难得了。莫平转去，才唔转来，咩应该的。错了，副卡好冇？够用啊。过年转去，阿爸经过我畅快，也还有卡好冇？医生讲冇问题。干阿明啊是？亚洲好诶。奥斯卡好冇？安怎的？安尼手好啊。要不然你也考第四名。那我们等下顺路去买奥斯卡喜欢吃的，鼓励他一下吧。好啊。讲到奥斯卡，哎，有一件事情爱老人讲。马盖斯啊。医生建议你利用啥老奥斯卡听话一智商。我去辅导的迄奥斯卡。很轻松嘛，该啊。医生吃都有药给 BO。我听不出什么必要性啊。医生还没搞逻辑啊。就留给医生的意思，一次上就底。我重复的理由还不是。还是医生是在怀疑我们做家长的有问题。医生是没有针对谁。他只是觉得这样对奥斯卡比较好。医生花了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办法让奥斯卡再次开口讲话。他不去专心的理解奥斯卡，反而拖我们两个进去，这样会比较有用吗？中完 B 的奥斯卡后，马该方法做爱一周。哦，爱迪耶，唔咩 B 的奥斯卡，黑唔想做婚姻之上黑吗？唔咩。杨素良，如果你是因为之前离婚提议，你可以直接说嘛。你后来还非私离去某司哎，你是做婚姻咨商啊？唔非耶，还真给 heavy 的 Oscar。你就不能够老实承认一次吗？让我看穿你的心事，并不丢脸吗？我们出来了哈，韩哥，爱老五哥，爱唔去，爱唔是去智商。五哥，每次都按听做爱去。可是我们老爱讨论，系命令爱去做。爱冇命令的意思啊。系冇嘛意思啊？是要找架跟我吵，还是要找我麻烦啊？都不是。我是真紧向老人沟通，也唔向老人言教，做对冇？现做对好好平心讨论冇？我会想一下，韩国爱情冇害，怎讲好冇？好啊，慢慢想。
Oscar 不用的。 哎，你刚刚当当去买唔好食麦当劳。麦当劳诶。哦。阿嫂，你阿母家庭住好冇？挺好啊。做乜嘅啊？老 Oscar 有事情拢会讲起。哦，冇事啦。安东尼冇看到想你了嘛？ 狗毛狗仔，你要真的挑衅俺媳妇啊？喂，无条无紧要骂你很勇的啊，闪啊！俺看到的，你又太又粗的太跑僵条，很扎死啊！俺坐起来哦。哼，坐起来，你老豆遐紧惨。唔惊啊！好，来，阿三哥，来。 来，阿三哥，来啊！唔惊啊！哎哎哎！坐起啊！来，来啊！嗯，迄啰嗦。有事啊？哦。根本认错一人，好冇？好啊。 拜上天师一枪有做够，我一两回。妈妈，爸爸呢？你做谁啊？可是爸爸答应我今天访问的时候他会来陪我哎。可以来，遐爸母输信用哦。还是他忘记了，要不要我打电话给爸爸？不是啦，访问的时间妈妈住飞弟娘身边啊，安尼做得冇？嗯，好啊。 有妈妈陪我就好了，我不吵爸爸。乖。哎呀，我手弟，我也麻烦。按通时间，故说我张老娘爸讲，我根本是上天师哎。唔会麻烦啦，韩哥。 嘿，自己想要访问的、啊，这次上电视不但可以让爸爸有面子，还可以宣传一下你的钢琴课啊，这样不是很棒吗？你要不要按灯一下？同妈妈很好的呀，同蛮好的啊。按强啊，欢迎小凯接受我们小明星下课十分钟单元的访问。小凯，准备好跟大家分享你的小秘密了吗？ 准备好了，那首先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还有你的小粉丝们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凯静。一早就很有精神哦。平常除了上学以外，有什么喜欢的活动吗？嗯，跟妈妈学钢琴，还有练钢琴。哦，所以对弹钢琴非常有兴趣咯。嗯，而且我最喜欢在妈妈煮菜的时候练琴，妈妈说这样很像在帮她的做菜过程伴奏。 那，平常下课以后喜欢吃什么点心？哦，我喜欢吃原味优格，无糖的那一种哦。无糖的，小凯不喜欢吃甜食啊？喜欢啊，不过妈妈说吃无糖的优格比较健康。这么小就有健康观念，不错哦。那除了弹钢琴以外，有没有喜欢其他的休闲活动啊？我喜欢看书，还有做家事。 看书跟做家事，跟一般小朋友不太一样哎。有没有喜欢一些比较刺激的活动，像是运动啊，或是线上游戏，或者是跟同学玩 Angry Bird？我不会玩哎。嗯，还是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没有特别喜欢哎，其实我连手机都很少用。嗯，真的跟一般孩子很不一样哎。不好意思，刚刚声音有些问题，我先回放一下，检查一下。 嗯，好，你检查一下，辛苦你们了。不会，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看到那边满满的都是奖杯，是小凯的、啊。对啊，那都是他钢琴比赛得奖的哦。你们要过来看看吗？好啊，这边请。其实我的教育理念是这样子，我不希望给小孩太多的压力，我希望他们可以顺着他们自己的兴趣发展。那刚好小凯喜欢弹琴，他自己也练了琴，所以检定考他考得特别快，而且比赛也常常得奖。啊，这是姐姐小乐的。啊，其实好像大部分都是小乐的、啊，这全部都是他的啊。难不成是我去比赛赢回来的吗？不过你刚刚跟我说都是小凯的，所以我以为……对啊，是他的没错啊。小凯的？是啊。那小乐……对不起，我不懂你的问题是什么哎。机器好了，我们可以继续录咯。哦，那我们先来拍小凯弹钢琴好了。好。大概，那就弹你最近重练的那首。你哪呀？罗泽啊，你丁晨会当你出来请啊嘿？当然啊，我老小人魔的事情没清楚，你用做对啊。那你是没有力度啊？没啊，这种部门给没好事。哎妈，莫会莫会。罗斯啊，你是怎么胖的？哎呀，你当你做了呀？那意思是做谁啊？哼，那本人看出来啊，那算会骷髅啊？不是笑。All in my head. 嘿，韩公，我来捐钱，有一个长得奇奇怪怪、正义喵喵的疯狂粉丝出现，真给你们。罗叔，要捐你公益铺了 ？No， 也喊做。亲卫队精神，谢福谢福 ，I love you。你是宅男啊？哼，不是讲
听说 OA 啊，嗯，好了好了，加工，多大油墨啊？疯狂粉丝哈，黑商业机密啊！哎呦，我按你啦！哎，你都查到，叫我说按到你啊？你乜嘅仲唔得讲嘅？哎哎，罗瑟啊，你系警察，你系狗仔呢？莫闹诶！我按压擦啦！好，你唔好硬，我来讲，你唔好硬，我老人讲。搞半下，做得冇？唔过，阿妈咪叫兄弟啊。错诶，我系真见有件事想要提呢。唔看，我去讲有啊。来来，门来门门门门门，上摆甲崩高安，管生意人要买，有咩去提别的冇？松柏甲崩高安，管生意人要买，有卖去提别的吗？有卖木鸟给啊？哈哈，听从有卖去提别的哦。系点乜嘅啊？系咪亚点乜嘅啊？我系望天做点乜嘅，我讲你上点乜嘅啊？系咪冇点乜嘅啊？姑嫂，我老爱讲，唔点乜嘅啊？好，搞完，你先。好，嗯，也系奥斯卡下的，冰都一只包包肚。小凯老夫子啊，没有下汹涌的心情，分别落在奖状还有联络簿上面。包包、奖状、联络簿，嗯，这条乱码，什么意思啊？这条乱码，这块就是基金会地址。那个甲崩瓜的口罩内的小号相片，几件宝贝，就要加老夫。你来遐呢啊？给，就要吕乐轩呐。吕乐轩，啊，几只小乐？几多一桶号？一度号冇？没度号。那个黄老木，条牌是小乐，下面是小凯。我加上几条字条，靠天啊！唔系乜嘅崩家恨起妖怪，系嘅空听读到秘密嘅 email。都一球边抖哎，有抓到诀窍喽！韩拜之霜，爹地妈咪老人看花皮。哎，听说被带妈咪看花皮，哎，真紧亲兄，有一年过老人打拽骨，你给俺一记电棍打拽骨。叫做董豪奖，就是
很爱漂亮的国王。哦，我知道了。很爱漂亮的国王。几张椅呢？就命令裁缝师。什么叫做裁缝师？你问题很多哎，该睡吗？慢饮啊！负责妈妈，采摩啊！负责妈妈，采摩啊！老爷。哦，夫子妈妈，这种酸情多呢，这样会衰么？冇诶，薯条嘛吧。也见你咯，我等了这样的天花啦，结果天花冇打来，连个天花就唔接，我们冇办法啦，上个楼下片问清楚。这两号现在人到底在哪里？赶快请他出来解释个清楚啊！各位爸爸妈妈，郑云清派谁啊？俺要坚定个心意，唔好惊惊伊，急症急住无种来，输给就打唔通。姑嫂，俺家唔敌，用俺老唔得交代。司礼啊，郑云清司礼，畜生太搞爱麻烦，郑云清司礼啊。还真你麻烦嘞，司娘哦，还没在府表来点门口，规礼拜个呢，佮连啥都来骂个啊。哎，你迄父子妈妈，司娘迄娘心伤嘞。你为什么离开呢？我真的每天都打了上百通的电话，可是他就是不接，或是根本就关机。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可不是姐妹了，就安尼了。西门不是做的啦，老金钱那边工厂关了，办不了了。啊，当问下天师好冇？啊，俺的处理太下，你明了的。好啊，好了。安子姐，安子姐，天公爷，天公爷就去正宗，老很多钱，煮饭不能掉，好冇？现在不行吗？我们可以跟你去 ATM 转账啊。呀，都也没做的，不是 ATM， 俺自家用手机耶，网络银行，用网络银行，正宗不能掉，安你做得冇啊？能够这样就太好了，那麻烦你了，父子妈妈。好好，请坐，请坐。不是妈妈，有嘛问题呀、啊？有嘛问题，你讲啊！你说没钱是什么意思啊？啊？没钱，不讨小母啊！太明知道了，不要再装了，赶快把钱拿出来啊！当初我们是看在孩子都是同学的份上，还帮他介绍客户，根本就冤冤大道。老钱拿出来哦，黑某一发，太犯困凶了。不要再装了，钱拿出来啊，快把钱还给我们啊！算了算了，我看哦，还是报警好了啦。哎呀，报警啊！我报警，我拍到你，我报警。妈不给你，你不给你看看就没法做事。对，妈不给你，你不给你看看就没法做事。对的，对的。妈妈，对的。你们不要欺负我妈妈了，我妈妈没有做错事。不报警可以啊，那你把钱还来啊。那钱拿出来啊。根本是诈骗集团嘛。妈不给你，我痛。妈不给。都叫妈给了。解决问题啦！钱拿出来，讲啦！来把钱拿出来，我还你。阿爸，给借天花，阿妹不用欺负哎。阿弟，我们要种的，给借天花。阿爸，那钱拿出来啊！根本是诈骗集团嘛！
我无去买我通的，我无去。那得请李老师答应把经营模式授权给我们，才能继续谈下去。可是你答应我的，你怎么可以反悔啊？反悔又怎样？我想为爸爸拼啊，小凯千古是哦，来啦！那种焦虑感跟不安全感，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极有可能更不喜欢与外界沟通。阿妹拜托，老师，你这样怎么好嘛？爸是好人，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骗子的小孩，你要骗子？阿妈。